情人今天就带来一个火焰山舞蹈呀。你的主唱呢？这可是当下最流行的火焰山舞蹈呀！你还养生？我那受伤猪肝了，你这不得多吃点才行啊！哎呀，哎，放开我！我这么瘦，一点不够你三份呢。放开你！虽然不够三份，但至少可以当点心。看那边有更好的。有什么好看的？那摇来摇去，树枝跟树叶啊。那人摇来摇去的，就是他在跳舞呀！哎呀，分散我注意力。我看你就挺美味啊。这舞蹈压胜了。